2015年7月10号，我们来到清迈的双龙寺，我们要做祈福，绕着这个祈福长廊要走了三圈，现在已经走了两圈半了。所以你看大家都非常的虔诚，从这个步伐一步一脚印，顺时钟的方向绕了这个整个双龙佛塔，人潮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，然后有些人非常非常的虔诚，好，这边就是整个要再点的部分。我们也是从这边进来，就是有团员在做祈福的动作。啊，伊那无爱创钱，气顶啊红茶。